生。我其实不是个病人，我其实是一个悍匪。我们都觉得这里面的反面角色比较容易出彩，因为你能够放开一点，撒开一点，也有像正面角色，你可能有一些慌慌。当了这么多年警察，什么时候见过贼爱兄弟不爱黄金的？他就是一个高智商，很善于扰乱别人的想法。你可能跟我对话一分钟，你就会被我带跑。为什么我老是笑？因为所有事情都在控制之内，就开心嘛。我就是从头到尾一个病人，都在床上。我要去厕所。其实一开始从开机到头十天，我都没睁开眼睛。咁啊，兩心都有三分二嘅氣都瞓喺張牀度做，完全唔使喐嘅。咁但係好多台詞要講。你都嗰幾年槍都乜埋嚟問我，我都唔知道啫，梗係。很難啊，因為三年時嘅。Pay attention to me。到了現場要拍了才給你台詞。我经常要引经据典呢，就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他怎样待人，人也必怎样待他。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好嘢喎，佢真系记性又好啦。第二，佢个接受能力原来系非常之强。佢亦都喺拍摄里面一路检讨自己应唔应该咁或者系点样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戏，因为督导的戏你一定会去看。就是单单那个督导，就没有不经意没有。